天的天显然是一如既往的好。我们今天要去惠安古城，现在是9:19，我们十点的车来接我们。这位现在正在化妆，还有多久结束了？还有10分钟。Morning. 还有一个撑伞的，专门，哼，哎，应该怎么说？小工撑伞，专门撑伞女工，撑伞助理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个，叫椰子船的这么一个项目，就是这个船是这样子的，船是这种椰子状的。哎呦，What's your name? What's your name?My name Tan. Huh? My name Ta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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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, nice to meet you, Tan. How long you been doing this? 5 years? 3 years? No, no, no. Six, seven years. 7 years.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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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Let me put your... Yeah. Okay. Okay. Oh, I can get it. Yeah.所以就要用贴的，就是你要把它笼子放到水面，然后往后掰。嗯 ，OK。加油，加油 ，OK。加油，加油。加油！你的船不会打我们不一样，下来。这个韩国大妈在听着中文歌的时候蹦迪，不妨碍他们水上蹦迪，听不懂无所谓，只要嗨就行了。我们的希望来生在你身体，我们不一样。花岛青春真人版好吗？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你走哪去啊？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其实我觉得全国各地的古镇都是差不多的套路，大概都是一些工艺品，然后吃的东西，然后你去哪家店里面卖东西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所有餐厅卖都是一样的食物，并不说这么不好，但我觉得就是少了一点那么一点点生活的气息，真的能多那么一点点生活的气息就好了。这个应该就是豆腐，但是它里面这个汤汁是生姜味的，姜味非常的浓。是甜的吗？甜的，而且是热的。Thank you. Thank you.哎呦，这我人生第一次吃毛蛋，然后尝一尝吧，看着有点恶心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看像鸡蛋又不像鸡蛋，就很软，很黏黏的那种，吃着并不难吃，但口感很奇特，只能这么形容了。它基本的形状是一片一片，不是一条一条的。早点别弄衣服上、啊。哦，这个酱好甜、啊。不过我们这里，你看他在这里做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吃，就离得特别近，就真的是做完之后端到你面前。原来越南也是非常街头的，有街舞，有滑板，有轮滑，唤醒了我对越南的印象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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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